教练在那边哦，已经好几个月没上课，我都自己练，我习惯自己练。然后问他说，昨天晚上熬夜没睡觉，没睡好，起来就已经全身酸痛。我没有练，起床就全身酸痛。他说很危险，如果你熬夜的话，练轻了就好，不要练重，非常危险。他说睡觉比吃东西还重要，因为你睡不好，肠胃就不好，肠胃不好你就没办法吸收，你吃的东西反而会变成肥肉。我是一个很好的教练哦，有时候小问题还是会问他一下。他现在在上课，他就是永远的课堂。人生痛买胖起来，三马太还不归位。靠边站，还站在那里看，来跟个教练转。我钞票输不完，王大光去哪浪做生意，想打仗，所有对手被我海放，放了，妹子说好棒，婊子说要好怕。我要我到金矿，天天赚几千万。Motherfucker， 看我手上的珠宝在发亮。我要我到金矿，天天赚几千万。Motherfucker， 看我手上的金表在发光。我要挖到金，我要挖到金。台北州就是 in， 台北州 Diamond King。知道你虽然在我的后面追，但你要知道天命它不可违。